好料酱，好料酱，赶紧卖无，赶紧。侬赶紧，我来甲你卖较好。啊，多一千块钱啊！直接过年要搞，我来买一个较好个。拢起来，拢起来。来，我来讲哦，你若应该过年了，我才话你拢知影，我所谓好料酱，不管啥物品牌，一只永远是，永远是卖第一名，这只，因为这只是规只拢海产的，吼，这拢有写。 鱼翅风味鲍鱼风味佛跳墙，这只活动三斤半，三斤半，规包满满满，这一只几人吃？十个人一道，一道，就是这一只尔。好、哦，这一只外口八百五十块，听讲用起来尪仔最全八百五，你存只尔吗？存只无？我招五个人计较要，过年要到啊，你若要来看年菜，一包你先给我降停，我拢卖第一名就是一包。 卖招八啊五卖七百六六百，全部拢搞收起来。五个人加按几号食起来，上千加钱的生意，两百五十六。来，二啊五三蚊食两百五，二啊五六，这一包三斤半啊，二啊五六两百五，这啊，这啊两个两百五三蚊食，这啊一只二啊五没有了，包鱼对，这啊一只二啊五三蚊食两百五，啊，我等下要小白。 诶，你鲍鱼够人无买拢无啊？后壁讲够一千个，咱够一千吼，啊，够一千个，够一千个，来，等下。来，够人要食鲍鱼诶！这这边就当食，就当食，拢免煮啊。这一只鱼啊，五两只就五百啦。来，你要食鲍鱼，免五百，四百来三百好啊，拢鲍鱼，三百块三要食，三百。有人要食鲍鱼诶无？三百块都够几两条无？三百条。够几两条无？三百了，够几两条啊？够几两条啊？画三块，我甲你画三块啊，够几两条啊？三百够买来无？ 鲍鱼够要吃无？再搁送你啊！再搁请你，两个人加吃，吃五百你就吃袂着。等下先，搁一箱啊！吃够你啦！最后一个人加啦，五百块你免买啦，三百了好了。啊，收着！最后一个三百，三百只三百块。来，收你钱包来，大妈。鲍鱼够吃，鲍鱼够吃，紧嘞！鲍鱼够吃，紧嘞！花了。下手。你呢？你个花干，咱妈就花钱要变花无？ 三百三要吃啦，够人要吃无？三百块啦，再过来啦，三百，再过来啦，再过来三百，够要变个大大只啦，够人要来无？拢有啊吗？够人要买八块试吃看卖无？你毋好买过，等去试吃八块，落退平食一下尔，无买无讲，八块落，一百五，八块，收，来掏钱，我就收啊，反正大事无你啰嗦，哦，拿收，两百，小鱼客个。 我来吃一个，我鳕鱼两百，我几人共好个。你若我鳕鱼，我要2000，心情开胃。来，要吃蒜泥大块，想要吃免一千，开五百了。这地搁送你五百，大块哦，这地搁你哦。来，先加钱，这地搁来啊，来五百，上面一个鳕鱼。蒜泥上面一个五百，等下一下，我一地俾你百几块尔。这地搁你啊，来五百，上面一个鳕鱼。来，上面一个蒜泥五百，头前。五百条。来，蒜泥上面一个五百，跟我上去啊。这地搁，逐地咧再交出来，求求我退钱。 我系算你只要九九个退钱啊，小哥你来五百个买来无？五百块。啊，交钱啊！五百个买只无？佫少一个，至少剩个数啊无？五百个，再过来，来千五千五，至少剩五百块咯。起来起来，莫个，莫个，最后煞有人照用啊。收起来，来五百个买来无？五百个买只无？佫少一个好无？拢有啊，好来。咱若像伊食袂了，就讲加两百咯。啊，这平地啊。小家庭个两百块，两百个买来无？ 小家庭的两百，好来，你两块你有够吃啊？哦，我想你两块，你有够吃啊？你现成啦，买个食起来卖卖。来，妹妹个，妹妹个，妹妹个，哎，两箱妹妹个，我先把这金卖卖给你。啊，买啥物？来，加油！你咸鱼仔等下，我先甲寄落。无会。啊，即话因讲，你啥物无买，你来我这一定要买先。我伫一间自助餐吃着的。 啊，我毋捌食过遮好食烟肠，我专工阿叫来，一只，啊，来盐巴落去个，即个我一条自助餐，剩到煞要百三块，百三加百三偌济？我来讲，即两我叫你去啊，我叫你摸，我叫你摸几箱，我叫你摸，来盐巴偌像哦，你要食我即条啊？即烟肠毋免三百，毋免二啊五，一条百三两条鱼啦，你当个新增一条，无食你起来用我，两百咯，来三百食烟肠个两百块，搭你哦，我即两条请你笑。 两个人计较，四条冰淇淋、香肠，只五免三百块，两百了。两百了。来，最后这两百块，上面写香肠。最后这两百，上面写两百块。
拢有啊，真正无咧好笑呀，你试食看看呀。两包啊，最后一个一包，上面也无啊。最后一个一百块钱要吃一包，买个老。哇，小心啊！这样好了。这箱。来，银发都拢无啊，三箱三十六包，做几只？我这用台湾的银发来做的，银发包括一桶拢无银发迄味啊。来，你听好，我讲一个人就好啊。我大概也无拢讲伊啊。一个台中的大呀，四礼拜来拢甲我摸一箱，逐礼拜摸一箱，无甲你转去石头嘛摸一箱啊。一只五百二，两只千五百外，这大包的。你要食羊肉的人，羊肉肉先加钱，四百六。来四百块，上面食羊肉肉四百块。来四百六，最后一个四百，最后一个四百，上面食羊肉肉，真的没有了。羊肉肉够不？四百够，两面吃无？四百。四百块，两要吃银发肉哦。最后是三包麦肉，你妈买过，你有我一间机会试吃两包咯。你妈买过，买一包暗时吃吃，两百块四十。你加一块冬瓜，够好吃。两包，两要来无？两百块，两要吃无？两包。那你迄个蛤蟆白够无？两百块。多吃阿姨，你今日情况？一包两包。嘿，大包的，台湾的银发。来。有人要吃蛤蟆无？二十咯，二十块，二十块咯。来，蛤蟆二十，上面吃二十。来，二十块咯。二十块上面吃蛤蟆，二十咯，二十块。两个。冰糕用一碗起来，蛤蟆迄虾啊，爱冰糕。两个。三个。小锅咯，小锅咯。两个啊，三个。二十咯。来。拢有啊吗？几多个？两个。哎，我老公的。老公的。太傻个啊！哦，台式。台式，哪里讲台式？哦，我给我带，我带我来处理了。可以，可以，我来，你来。来，来，破箱。炸四包。来，全部拢无，台式盐酥鸡要吃几啊五多？这一包鸡啊，我两包五，鸡啊五多。最后这两包台式有人要来吗？鱼啊，外国人要来吗？台式咸酥鸡，这包真正世界好吃哦。大，你今日有咧什么味？我你今日徛伫咧，我袂停袂动。你咧今日买啥物？你今日啥拢无咧顶头？是啥物代志哦？是厝阁有啊？啥啦？无人徛伫咧，安全拢袂顶头。你买啥物？你来讲咧。老师，你买啥物？啊，无一半也袂卖，好无？我叫你去问你。我一半会怎个卖卖无？一半我留好无？一半叫挪威青鱼，这等于用真的啦，这一袋百八，两袋三六，三袋五啊四，这规袋拢肉尔。这挪威青这个有一寡啥，内蚌就好啊，唔免让你开五百、三百上面吃。我一袋过三年，一袋过年，一袋过来，一袋过年，一袋过年，一袋过年，唔免五百、三百上面吃。挪威青鱼，三百过来面吃哦，三百。挪威青鱼过来面吃三百。阿姐，对，我搁加一袋上，一袋过年。唔免五百，三百我了。三百块上面只挪威青鱼三百，来落我结果。三百只。我想要搁招一个呢，我搁加一袋上。两个人加九，搁一个人加三。阿姐啊。谢谢。过两尾也无三百，你后壁是毋是搁做侪箱啊？你咪今日咸鱼也卖袂了，咩也卖不了，就是咧小人啊，卖甲我出价，挪威。最后一个人加客钱。来两个啊。这个我咧，我请你，规盘拢你的。唔免五百，三百块，来三百块，来两个，来三百，我们请两位兄弟，来三百好了，来三百，你遐物件算法是五百六了。我等下还找你算钱。啊，这么想要钱？难无？来三百块，两百钱哦，这个上来三百，够两百钱，两位兄弟哦，三百块。三百够两百来无？三百块呀。今天真正甲吹落了，三百个买来，原来无得收啊！拢有啊吗？都有人啊！好来，拿手心，来，来，过来买来啥物？恁家买只白带无？来白带，遐我卖卖。来白带，剩这一块我先甲卖卖。恁若买来钱啊，加啊紧了。用这大袋量啊少吼，大块的量比较少。细袋搁一箱啊，这古早的。这当个苏杭酒，浸一块米酒，真个上甜。吼，这我卖有足侪年个吼，这规袋拢冻。后尾只也免一千，免八百，这菜只一尾大概四百几块，还先加钱三百块了。
来300块送来吃，那个白带鱼300，少一个人家加钱要换300，一个人家买要换300块。有人要吃白带的换300，有人要吃白带鱼的嘛300块了。300有人要吃哦，来我再搁送你啦，来甲白白了，我卖搁留啊。300送来吃白带鱼，是不是我啤酒含酒收做？来来，我来讲啊，全家嘛无差啊。来一个人家买就好啊，唔免500，300送来吃300块。有人要吃白带的换300块，300够有人要吃白带鱼的300。春江，哎，来来，到人吃袂了，要百五的无？美女，我从无过你吃了无？收起来，这是日式鸡腿块哩哈，日式鸡腿块第二条安尼尔。来，好，我来买啥物？大包红片了。啊，这里包。大包红片。